高精神期不朽传奇，欢迎收看《高精传奇》。朝圣对世界上各家各派宗教信徒来讲，都是一项神圣而且重要的活动，是对家己所信仰宗教感情的实践。阿若发现大师身为西行天主救法的第一人，那在佛教史上占有一个地位。伊伫沿路所见所闻的记录，佫较成为咱后世研究中国西学佮印度社会文化的重要史料。当然，发现上个重要的任务，也是救地入宗。已经走访天竺这么侪国家的发现大师，到底佮袂当顺利完成使命呢？今仔日的高精传奇，咱要继续来向各位观众介绍发现大师传奇的一生。西元404年，67岁发现大师，甲道长释蒙离开佛陀的出生地，驾昆仑为国，继续向东南方前行。这一路拢无看到人，是遐尔风凉。两位法师找袂到寺院，只当路宿郊外。夜深开阔的荒野，猛兽常常出现，又是龙吼，又是虎啸。两人围伫个火边啊，一人负责固守前半暝，另外一人负责后半暝，完全唔敢怠疑。但过嘛，互因非常疲劳。这一天，两人总算伫个离摩羯多国大约10多里的郊区，找到一座寺院挂单。这个寺院的持戒僧热情好客，听讲发现因不远千里为汉地来天竺求出戒律，感觉真神奇，就主动来找两位法师开讲。持戒僧甲发现讲，伫摩羯多国的巴连佛印，有一座姓名远播的大圣寺院，摩诃延伽蓝，内面收藏的典籍真多，数量丰富。寺内阁有一位号做罗奥苏波梅的高僧，学问德行拢真好，是受到四方敬重的大德。常常有求学问道的佛祖前去造访，请教佛法义理。应该会当找到关系到入藏的线索。这个消息会得讲是大师走访天竺这么久以来，上界明确知影入藏下落一摆，予大师听了是真欢喜。发现都是为迪克金兄知影讲，佛陀当年重要讲法地之一的基督骨山，也就是灵鹫山，就伫个附近。最后大师听了真想要去，当下就请求迪克金会当为伊带路，伊要亲身就灵鹫山巡礼，占用圣迹。严哥，大师这个要求，说予迪克金明示为难讲，法师，我可讲你也是莫有这个想法较好。你若真正想要知影佛陀当年传法的事迹，我尽量讲予你听就是啊。严格灵鹫山的地势关阶未平，那山路崎岖歹行，佮常常有野兽出现，伴闹出真侪赛食人的悲剧，千万唔通去啊！迪克金的警告对发现完全无任何影响，因为这一路落来，大师渡山河、盘细山，佮较大险阻困难，全拢克服啊！如今，免得有可能因为惊野兽，就这么简单放弃呢？发现讲什么，拢一定要上山一抓才用的。发现坚决的态度，其实迪克金心内嘛佩服万分。看到苦劝无效，伊嘛只当静气上听。隔日刚早起，就带发现佮道长两人上山吊拜。山顶的小路又阁悬又阁急，翘翘起起，三人爬甲真吃力。
头顶阁不三时有几只大鹫鹰伫空中盘旋咧注意因，敢若是想要将伊当作猎物，通用来滋扰。道真法师哪行哪停，一边对卡一边讲：“我这身老骨头愈来愈无路用啊，尤其是这两支卡有够酸诶，实在是折磨人啊。”霍现听完，甲关心讲：“落雨季节已经过啊，你的脚还阁会疼。看来等咱落山了后，一定要赶紧请人替你医治才用的。真无简单，因爬上灵鹫山，三人以参拜参就是阿难尊者、舍利弗尊者等真侪罗汉，当年捌伫遮坐禅修行的就困。”随来到佛陀广法台礼拜，这时阵日头已经特别落山啊。发现个道长兴致所至，决定阴暗就伫佛陀参禅的石窟过暝。李克金惊暗时会有野兽，加上家己嘛算是按照约定带人上山，就雄雄公公告别两人，提早落山。发现个道长徛伫广佛台，眺望群山，欣赏日落的美景。遥想佛陀过去伫遮为众弟子宣讲佛法的信奉，《妙法莲华经》《无量寿经》，还佮有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等重要经典，拢是伫个灵鹫山宣讲、讲传，谈笑之间，早就已经过去了千年。家伫两人行返去石窟准备休困的时阵，雄雄先听到一声像张哨的声音，然后是狮的叫声，随轰隆隆一阵天荡地摇，一只大象竟然直接向因冲过来。道真法师一时闪袂离，脚去拐着，发现看到，赶紧甲道正叉咧秘伫个边仔的草堆。这是一只身负重伤、互狮追捕的大象，伊大概是走到无底味，只当伫一个山坎边来回地行。雄兵的狮一边摇尾溜，一边慢慢啊挖进墙。伊微微啊掰开的嘴内面，会当看到两排真惊人的尖嘴齿。就伫个这时阵，无甘愿成为狮伴中孙的象，雄雄踏着砰砰的脚步声，将长长的鼻仔嗅起来，像就掠弓共款向狮来反击。狮共款嘛，将伊尖尖的前脚伸出来，跳向大象，发动攻击。两只粗勇的猛兽，真激烈拍作伙，场面真惊人。发现个道长秘伫个草堆内面看，惊甲连气嘛毋敢喘，以免遭受坏祸。过了一睏啊，大象已经开始渐渐的落败。想袂到，就伫个这时阵，山坎边仔的土石雄雄升起滚落来，两只猛兽伫个一望呢，就跋落去山谷，发出一阵惨喜的叫声了后，四周围就安尼点静落来。心内震撼恢复了后，发现这个脚拐着的道正叉咧，行出草堆。两人行到石窟内面，大师甲香一点木刀，提出早伫身躯边发起拍算上经。道正无了解个问讲：“师兄，为什么受伫只上经呢？”发现吐一口气回答讲：“我今仔日看到两条性命为了生存拼命来不幸消失，虽然这是大自然的六六共识，但不过我犹原心有不忍啊。”道长也为发现悲天悯人的胸怀来感动，两人就做伙上念佛陀要伫灵鹫山宣讲的《修楞严经》，一用顿挫的念经声，就随着清风挥动伫山间，绵绵不绝，抚慰每一个心灵。佛教历代高僧一生默默修行，不求闻达四方，
经典不朽高僧传奇节目播出之后，受到观众广大的回响，感谢您无私的爱心，让高僧传奇透过十方法界感动人心，请护持电视节目制作，话拨账号42274784，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因为道经的卡箱需要修养，发现两人耽误一挂事的，才总算来到摩羯道国的大城巴连佛日。巴连佛日位于今麦印度比哈尼邦的首都巴廷纳，古称化石城，是古印度文明达到巅峰时期的孔雀王朝的国度，繁华富裕，佛法兴盛。大师是安尼形容伊眼中的巴连佛日，城中王宫殿皆属鬼神座，雷鸟起冲曲，雕文刻图绘石所筑，金古现在。发现个道景，抱着寥寥欢喜的心情，来到位于阿育王塔边仔的摩诃恩寺，这是一座庄严华美的寺院。寺院内面所供奉的佛像都是金心多彩，请我名正将拜佛参神，进提文香，一切都真有地数。一向爱清净的罗奥苏波美法师，在摩诃恩寺当中有一位专门属于伊的所在，有专门的精灵负责照顾起居，各方前来问信的信众。我必须按照规定，事先向过门的 DK 经同步核准了后，才会当跟大师会面。就算是过门，也唔敢乱来。凡是正是这个缘由，和 DK 经难免有一挂大细心。伊看发现两人是从来冇看过车混人，穿叉嘛真普通，三两句话就将因赶走。发现个道景，正好先找所在过暝，然后连续两天来参访，但毋过犹原不得寄望离离。到第三天，拄好是摩羯道国举行形象大典的日子，发现对今年伫五殿观赏形象活动的闹热场面，犹原印象真深，记忆犹新。都讲冇看过道景拖咧。作为去街仔路看，摩羯道国的形象大典，真明显比五殿搁较隆重盛大。上车有一只大白象伫头前拖，四边则有佛龛，龛顶头雕刻着或者是彩绘着诸菩萨佮天神的形象，佛像放伫个中，或者是坐，或者是徛，左右。都有菩萨像伫边仔护持，上车装饰着豪华七宝，看着精美的环境，缤纷显目，予人看了真着迷。之后，拢总有二十台上车照顺序而行。摩羯道国所有佛教徒，拢来街仔路唱歌跳舞，夜花供佛。除了庆典以外，阁有真侪有钱的人家。规气伫家己个厝门口摆摊、下梅祭品，甚至有药店、医馆直接拍开大门，只要身体无爽快的人，拢有当来免费诊治，药材共款嘛免收钱。全国欢庭有个充满神仙异己气氛，冲散了真侪发现，因为看袂到罗奥苏波贝感觉失望个情绪，发现个道景。走在喧嚣的民众内面，走嘞，两人发现有一位相貌端正威仪，又阁不失慈祥的环境，竟然一直伫后边咧对应，发现真好奇，首先停下脚步问这名环境是毋是有代志要指教，刚才看到这名环境真有礼貌，合十指讲，两位好，我号做罗奥苏波贝。因为看到你的面容，是我从来毋捌看过的车魂人。但过
对佛法是这么虔诚，再来观赏欣赏大典，所以一时兴起是要暗中观察两位，造成你的困扰，真正是实的。发现听到环境的介绍，欢喜到无顾虑的欣赏，你走路欢喜就讲大声话讲，你就是老恶书包迷是无？足好诶，真正足好诶，我总算见到你啊，真正是佛祖保庇啊！哪讲两抓目屎嘛哪流落来？伫边仔的道正，共款是目屎一直流袂停。我见识过袂少场面的老恶书包迷，一时嘛毋知影应该安怎才好，满面疑惑伫看伊。发现赶紧将目屎擦擦咧，真恭敬讲：“大师真歹势，是阮失态啊！贫僧合作发现，这位是道正，阮是为汉地，就是从领以当官府历代经灵。因为汉地戒律残缺不全，经灵的素质量寿不济，常常发生损毁佛门的经书，所以。”阮这不时巡逻，跋山过岭，远走异乡，目的就是希望能求出入藏，早登去汉地，以空净路色，解决僧团的弊端。听讲大师你精通佛法义理，但毋过阮几啊摆去拜见，拢无功而返，想袂到竟然伫遮拄着你，真正是不可思议的缘分啊！罗斯宝贝听完，非常敬佩发现这么坚毅求法的精神，遂带因回去摩诃恩寺，而且要求寺院内面的僧众要好好供养两人。安顿好势了后，发现个道正对罗斯宝贝来到伊独居的所在，这个所在清幽素雅。甲寺院别个所在金碧辉煌是完全无同。罗斯宝贝哪笑哪提出摩诃经纪律，也佮有大般若梵经讲，这是我送予两位法师的一点仔心意，佮佮代表我对佛法会当留邀我的党土发扬光大所尽的弥补之力。佛现大师真谨慎接过经文。欢喜的目屎，搁一摆慢慢地流落来。伊总算求得戒律，进前所有的磨难拢有价值啊！发现伫心内大声话讲：“慧英、慧静，恁敢看到啊？我找到戒律啊！恁的牺牲有价值啊！”摩诃恩师修藏的经典非常丰富，发现伫遮，那求得。摩诃经纪律，还有大般若梵经，更加看到真侪部无流传到中土的律宗，让伊非常欢喜。所以，伊个道正决定留伫个巴仁佛寺，逐工一直抄写经律，学习更加完整的梵文佮经义。这项工作虽然辛苦，但过。算是大师西行求法旅途中上解快乐的时间，因为伊逐工拢能沉迷伫期待真久的律藏当中，沐浴佛法的光辉。伫巴仁佛寺一个住就是三年，这段期间发现卖半工前去王舍古城的迦兰道德园，佛陀悟道的菩提树下，也佮有初转法轮处的。陆亚万顺利圣迹，陆亚万的主持，佮另外上萨婆多婆众论加禅经互发现，互大师感激万分。可惜的是，道正因为家己双脚愈来愈无方便，即几位佛迹大部分拢是大师一个人去调的。道正法师的脚伤，佮互伊。渐渐啊，有伫个佛国落地生根的想法，这个予伊甲发现之间的关系产生什么款的变化呢？更加侪精彩内容，请等待后回分解。